你找什么呢？我想找个手巾擦擦脸。这龙床上哪有手巾啊？朕也不想穿太监打扰我们。哎，你又想干嘛？放心吧，朕不会动你的。朕堂堂天子，一言九鼎，给你擦个眼泪。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亏龙三还说你是他的老大。哎，他是现在看到你哭得跟鼻涕虫似的，还不笑话死你？其实我在龙三面前好多都是吹牛的，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勇敢，我也没有多少江湖阅历，我也从来没被哪个登徒子轻薄过，何况是被全天下最有权势的登轻薄过，我能不害怕吗？朕听出来了，你是拐着弯骂朕是个好色轻薄的登徒子是吧？哦，臣女不敢，臣女没这么说。皇上，臣女能不能请求皇上一件事儿啊？说来听听。您能不能别把今天晚上的事儿告诉我龙小弟啊？如果你告诉他的话，以后我就没脸在他面前充老大了。哎呀，朕又不是长舌妇，哎，不会告诉他的。不过朕保全了你在结拜兄弟面前的形象，你要怎么答谢朕呢？皇上，您可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也是最有钱的财主，您就为这么点的小事勒索我一个身无分文、身无寸缕的小女子啊？又是朕的不是啊？你怎么说来说去都是朕的不是啊？嗯，什么声音？是我肚子叫，我今天晚上实在太紧张了，所以没有吃晚饭，现在特别饿。朕想起来了，你最大的爱好就是吃，龙三跟朕说过，你现在在替朕办差，朕也不能让你饿着肚子。说吧，想吃什么？谢皇上，我想吃烤鸭、炸虾丸子、蒸乳酪，还有黄焖小羊排，还有素八碟、珍珠翡翠羹、水晶包子、豌豆黄，再加一壶桂花酿。哎，皇上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是龙三跟朕说的。啊，龙三跟朕说呀，你们两个头两次见面的时候啊，你都在跟他抢吃的，朕听着有趣，所以印象也就特别深刻。这个龙三，以后再也不理他，怎么把我什么都告诉人家？朕可不是人家，朕是皇上。来人，掌灯，传膳。饱了，吃好了。嗯，谢皇上恩赐。嗯，撤掉吧。这看你吃东西啊，还真是有趣。你一个女孩居然能吃得这么香，你这小小的肚子里到底是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的呀？要论得上吃啊，这朕的整个后宫无人及得上你。哎呀，那是他们装的。因为您是皇上嘛，他们在君前得注意自己的礼仪，所以要压制自己的食欲嘛。孔圣人也说过呀，人生三大乐趣，食、色、性也，所以呢，这个美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。嗯，说得对，食色是人之本性，现在食之乐趣你已经享受过了，嗯，要不要再享受一下色之乐趣啊？看来这个色狼皇帝还真是良心不死啊。哎呀，要是猪哥哥给我的丝巾在就好了，让我骗他闻一闻，就能让他乖乖睡着。哎呀，这一夜良宵还剩一半儿啊。你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？哎呦呵。
你又想干嘛呀？啊，皇上，吃太多了，我撑到嗓子眼了，我想运动消化一下，可以吗？行。要是连这个朕都不准，那朕岂不是很不懂得怜香惜玉啊？你既然想消食，那就请便吧。谢皇上恩典。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？哎呦，皇上，我可能吃坏肚子了，我肚子特别疼，刚才吃了好多杂七杂八的，特别疼。现在你肚子疼啊？啊，那要不要朕传个太医给你瞧瞧？哎，那不必了，我只要回自己的房间睡一会儿就行了。既然你都要躺在床上休息，那为什么要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？朕的龙床一样可以休息啊。这可不一样啊，我肚子疼，我可能会拉肚子，我在您这儿拉肚子不合适，是不是？我得保持在您面前的仪态，所以还是让我回去吧。你要是真吃坏了肚子想方便，那朕的寝宫里也有金逆铜，你用吗？我方便在您这儿？哎，不合适，皇上您可饶了臣女啊。人食五谷生百病，吃喝拉撒那都是正常的事情，要是连这个朕都接受不了，岂不是有违人伦？你别紧张，要是真吃坏了肚子，你就在朕这方便，朕不介。你看着我干嘛呀？黔驴技穷啊，是吗？这个色狼皇帝想吃了门都没有。哎，有了，我可以骗他行酒令，我灌醉他。为什么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又在想什么花招啊？哎，皇上，咱们玩耍骰子赌酒吧。这样，咱们赌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听您的上龙床；但如果你输了，您就让李公公送我回去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赌啊？这倒是挺有趣的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朕耍骰子赌酒的。好，朕就依你。来人，上一壶酒，再加两副骰盅。哎，等一下，上一坛酒。皇上要喝酒，咱们就喝大的，杯算什么呀？咱们用碗喝怎么样？好，那朕就看一看你的酒量到底有多好。嗯，开。皇上不好意思啊，您输了，喝酒，喝喝喝喝。皇上，哎，皇上，皇上，嗯，哎呀，让我看看皇帝长什么样。